美国的医学会研究人员说，他们研究的数据显示，其实并没有区分小孩看的是有教育性质还是有其他任何的内容。但是家长要让小孩观看具有教育性质的影片，同时也限制孩子观看的时间，确实可以帮助减少孩子观看的资讯，请浏览我们的县大地网站。生气。